本来就可以自愈的，你们哪要跟天地间呢、啊？要沟Catch thy speed through the crystal we see, time reformed by thee. While the world is in darkness, but I shine thy light. Only love we share can take you to the journey. Only love.Share can take you to the next step. Yeah. Sign also C4. 1, 2, 3, 4. That's 4. 4 corners. C4.我现在把一个灵魂往上带，受了世界啊这个莫名其妙的攻击，莫须有的天才放错了地方。有的时候生命啊，你在前进的时候啊，很奇怪哦，你在生命啊，在前进的时候啊，那个负面的能量、啊、不会想要让你前进的。哦，刚刚呢，这个人呢又打电话过来，正好在刚刚那个时间，所以呢把我刚刚的这个切断了。好、哦，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两条路径，得倒。路径到正确的分支，今天的圣经章节有提。约翰福音嘛，
撞，里面有讲，他说因为会摔跤啊，会跌倒啊，可是把自己的能量、财产给了错的。啊，第一次收礼物，收了什么？就这个，收了这个。为什么只收这个？车子不要 ，Draga 不要，还有什么直升机？直升机也不收。工作室也不收，就收了这个。当我们释放白龙鳞片身上的重量的时候，神会派堕落天使来跟你一起建造方舟，建造方舟 ，build the ark of covenant， the ark of covenant。入秋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力量，所以中间的力量，看到没有？推出来，太阳出来，看到没有？中间的最新的礼物不是重量，是最最带光性的礼物，一只表，20000多块。看懂了？看懂了吗？看懂了吗？路线，再来，走，这是走音。看懂了吗？走音。看懂吗？人脉督脉。最内最外围啊，是我们这个叫做通臂群啊。看懂了吗？外围，外围，通臂群。一个人电池充不饱，睡觉睡不醒，睡不着，都表示脑子里这一块有缠结。缠结了什么？丫头要不要抢？要不要抢？现在 cue 我，缠结了什么？之间放不下的一个字叫情。太阳出来了，
照在直线这一条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叫做记四 D 传送术。第三个章节四之三叫做拨云见日。哎，正好七一三啊，七一七。